抓到对面的位置，林翔用换的方式去拿，没有要越，他这么早想越，这一定越，这我一定越，要杀了赵信哎，这我一定越。唐僧先出刀，不过赵信的目标其实是前面的蔡雅，蔡雅被留住，后面 TP 要来，蔡雅已经先倒，后面 TP 应该是要取消的。哇，这下路这把这波下路展现出来 IG 的下路打线能力。中路很凶，新罗拉点燃已经下去，有一个点燃的优势 Q 普攻，再一个砸 ，Caps 交闪现躲掉。看起来 Caps 对线没有很强，直接蹲到底，直接控线 ，IG 真下路打控线的。压力给出来，哇！绕了一圈往前闪现过去太阳圣剑 ，Rex 直接交闪了，反正 Rex 控制造型交闪现躲掉，圣大正道往前冲 ，Rex 已经没有闪现，被三龙斩剑给抓了起来。前面的 IG 两人也已经赶到，想要进塔强杀吗？普攻打不打得到？打得到再顺利撤退。欧拉夫赶得过来，这个逆流投资。这个下路的一个进攻再靠您一波打，闪现过去普攻直接杀调皮啦，太调皮了，就拿一个击杀，凯撒直起飞了，他直接闪现过去杀你啊！201。我觉得拿到凯撒我就已经赢了。我想现在 Jackie Love 也是这样想，我觉得拿到凯撒我已经赢了。这样看，其实看得出来 LPL 队伍在拿到凯撒之后的应对都是一样的，就是选一个下路顶级的这种可以开团的角色，然后前期这个很凶猛的风向型打野无限打下，打到那凯撒肥为止。但他真的打得到，这是一个关键的点。这波 Reckless 的闪现之脚的晚了，他想要扣招扣到让欧拉夫进来收割，但没想到是收不到，而这个头就比较尴尬，很调皮。TP 四个人，我再叫一个老司机过来。这波如果越的成的话，这场打平。塔还可以直接拆掉，反正太阳神剑没戳到，三人的一撞直接撞起了宝蓝后面的位置，其实这个有点危险，直接被秒。不过他在死前也直接把日空给换掉了，还在扛塔的这个塞恩没问题。头也给到 AD 身上，那这波打完，有的打。Fnatic 这波下路的处理，可以把这场死者苏醒，你知道吗？基本上就是死者苏醒。哎，不要！直接要打！你怎么来了？您直接用自己的4-2，让你完全没有还手的机会。后面回来看起来中路是有些开战的机会。宝蓝在自己的六鸟狙击枪起了海克斯闪现出来之后有机会。这个风小队已经打到了瑞空，反正太阳神剑也戳进了塔下。辛朵拉 Rocky 是没有魔力，不过您已经来了。尝试想要进攻，已经抓到二，开启了这一枪搭赵信，瑞空反身控制，留住了赵信之后，想要往后撤退，一个明星迅速的跑速，逃不了二的进攻。那黑色信好像有点喝醉，想要换塔。不过在另外一边，门提克已经绕人过来，你们这么坏哦？Duke没一了，这波 Duke已经没有一了，他刚刚用来清线了，在前面位置被留住了，被斩碎了，想要闪现过墙啊，来不及啊，好痛哦！我拉夫直接劈死，哇，不伤害也太高了吧？阿夫这个直接劈死，这个劈死。不过瑞空远方控制直接一个超过快800码的一个距离尝试控制 Rocky， 不过 Rocky 直接推球推走就跑了，这差瑞空组合才做得出来的一个开团啊，飞得超远。不过这波开团，我这 Caps 在开玩笑 ，IG 的人来了。这一个日轮圣王虽然没盖到 Caps， 不过 Caps 有点危险。虚空探索者探到了，虚空探索者抓到你了。上周被排在了前十名啊，今年世界官方的排名最强的两个中正面对决。先看一下，来到预示者太阳圣剑直接出招，再一个日轮圣王直接控制，虚空直接被秒，又躺了。凯撒飞过来再抓一个，杀手本能贴近欧拉夫，拉夫自己开着大绝也跑不掉。做嘛，吃下。而且我看到了 Fnatic 人在吃 ，Fnatic 也没事做。哇，这突然大家就有事了，撞球，太阳拿到了 ，Fnatic 拿到了这条龙，想要赶紧撤退了。欧拉夫已经开大了，敢清线吗？这有点危险了 ，Fnatic 要被留住。哇，这个斩击，斩击两个扛塔扛的就是辛朵拉 ，Rocky 扛了太多塔，这样得退了。前面位置瑞空在控制，怎么有？瑞空有没有空？往前再留，直接要杀把 Rocky 给带走，没有问题。哇，建功了，也卖了。后面剩下一个宝蓝，吃到一斧就得倒。这辅助建功了，狂了这么多波。有下条小龙，其实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。不过双方对于下路的执着性是非常非常高的、哦。来到了一个野区位置，瑞空的一个进场流，雷欧娜，不过自己反身融化已经没了。这个团战 ，Fnatic 溃败啊！凯撒飞了进来，输出直接打 Caps， 现在的一个装备根本打不赢 Jackie Love。Jackie Love 一个连续普攻打出被动，瑞空才刚复活 ，Fnatic 还是小点想法的。八龙应该是。一定能拿出，欧拉夫冲进来，哇！目标撞去两人，伤害好高，巨火鸣要锤起，不过自己被巴龙给弹到了这个位置，巨火鸣被一锤出来呀、啊，自己倒了。巴龙阻断了这个击杀，如果锤下去、真的要倒光的。这个巴龙后面写了一个 I 字啊，这是 IG 的龙。老天爷都不帮 Fnatic。再看一下，再看一次刚重播，哇！他这个过弯，球迷在赛道上的王者就是他了。来巨斧毁灭！哎呀，巴龙你的触角啊！怎么是他的触角？你的触角啊！你的脚胶太强了，刷子，一波漂亮操作，
死在巴龙手上，哇，超下方的一个视野掌握是想非常多的。这里很多人瑞空在钓鱼，不过这时候雷欧娜走进去，日轮上方搭配自己的一个大绝，准备进场。这边的 CD 其实限制的没有很多人，宝蓝被秒杀了，偏缓速的一个效果打到边边了。雷欧娜融化三出来，直接开着撞死两人，再用巨吻直接随即融化了 ，Rookie 不见了 ，Jake Love 还在前面位置，这人数分裂给比较优势要抓宁宁在前面，想要尝试收一个瑞空，没有机会，交了闪现进到了小龙子，不过对面想要跟吗？分裂可看起来没有闪现不想跟 ，What was that？ 这个团也太强了吧！分裂可。这波得要拼，这里要拼，凯撒继续收头的，是的，速度很快，二尔站最前面，不过没有大，在前面位置先被限制住了。凯撒开点，凯撒开点，赵信赶了过来，二尔这一头撞了，没撞到目标啊！赵信是准备要进场，这个巴龙看起来没要是准备开团战了，前面位置三眼睛先倒了，凯撒开始收头拿下了 double kill， 这个巴龙看起来想要知道巴龙，谁能知道这个巴龙？巴龙现在已经见到兄弟，就是赵信，你拿到了这个巴龙。后面位置想要逃跑也没有办法跑了，差呀！这边有个 Rocky 直接被推到跨抓 Kyo 的凯莎，太疯狂了这场比赛。我刚这两次的团战，这看起来只带到这个八龙区的这个团战，这个团战收 R 出去挡伤害，他想要挡住凯莎这波进攻，所以他出去扛了这个伤害，这波瑞空是没有大的。所以变成 SOAS 想要吃下整套的输出，这句毁灭砍完他就倒了，因为已经来不及了。但最主要还是巴龙的击倒速度比整个 Fnatic 预想的来得慢，而究其在最后这个中巴龙的对决上面，十二滴，这十二滴输了，这一个数字啊，十二滴 ，Rockstar， 那几个打野，这十二滴我中赢了，中赢了还有希望，但其实看得出这场比赛 Fnatic 有多强，他是可以。把现在的这个第一赛区 LPL 逼到了，刚才不团打的来了，这个火元素目标其实前面的 Steven Caps 被撞起来之后，其实 Fnatic 还要掉了，拉在最后面的位置， IG 并没有开团，选择先把龙给啊，不要这个塔给拿掉。这波 Fnatic 如果被开到的话，会直接一波带走一场的哦，这里是绝对不能被碰到的，这里最多双兵营，但是。没有 ，IG 想结束啊！说如果刚那里被开到了，他这里就再拼一个团嘛。三往前撞了出来，这个目标打斯温的一个被动，抓住宝蓝，宝蓝回身直接进到了珠宝双塔前，但直接被融化了。这波五打四，您在前面已经先把三给打死，三倒了。这波凯莎状态还是完美，先顶个塔，再往后拉三的一个复活往前想要锤，但是这个 Jiggle 现在还有技能在，二往前搭配的一个凯莎进场，杀手本身贴近来到了温泉里面，虽然差的收宝还不错，不行，但受不掉任何一个人，这个普攻伤害还不错，剩下珠宝赤裸在外面，我要恭喜 IG 拿下这一场比赛。LPL 确实第三场了，他们还是没有任何一场的落败。每一天都是全胜，每一天都是 LPL 的 Happy Day， 真的是很恐怖。这场其实 Fnatic 是有机会的。在 Banpick 上面有他的想法，然后在比赛中也确实有打出他的内容，就是前面的时候这个凯撒飞得太快，真的没有处理好。IG 的整个战术、整个体系上面来说，其实就是很 LPL， 就是把整个队伍的 carry 的重责大人放在了 AD 位上面，剩下的人就主要是拿出一些前中期的节奏也好，或者是中后期的时候补足一些除了团战之外的能力。这一场 IG 顺利的拿下。确实 Fnatic 有尝试。